把镜头转到港都，因为今天高雄市举办起蔡英文的小额募款餐会，现场席开摆桌，吸引了3000名支持者到场力挺，还有小朋友把自己存零钱的铺满捐出来，让小英主席好感动。支持者冲上前，走到被挤得水泄不通。高雄市募款参会人数逼近3000人，场面热闹。募款参会上，不管台下台上，蔡英文走到哪都有人塞钱，就连小朋友也不例外。送上存满零钱的铺满，蔡英文接过民众的热心捐款，实在好感动。大家其实还是蛮热情的，然后参加一百集的，然后大包。高雄募款餐会席开摆桌，让蔡英文频频感谢支持者，面对群众力挺，让他对2012这场选战信心十足。造势活动结束，蔡英文再次南下高雄，这回参加募款参会，感受基层的热情声浪持续直线加温。三立新闻综合朱俊杰 SNG 小组。